请问可曾行足以报学习经，可曾以身高学习干净，可曾依靠救助得作新生命，可曾以身高学习干净，你总要以报学，以报学你方能洗干净，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，你可曾以报学洗干净，你愿顺从救出行者危险路，可曾以身高学洗干净，可曾望主引导依靠主保护，可曾以身高学习干净，你总要以宝血，以宝血你方能洗干净，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，你可曾以宝血洗干净，当心浪回来时你要穿何衣，总要以身高学习干净，身途卑劫升天你愿否同进，总要以身高学习干净，你总要以宝学，以宝学你方能洗干净，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，你可曾以宝血洗干净，往日无悔衣裳情绪全丢尽，总要以身高血洗干净，曾有释迦宝血为你白白流，总要以身高血洗干净，你总要以宝血，以宝血你方能洗干净，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，你可曾以宝血洗干净。